整部车就呈现 L 型。完蛋了，屌呀！你怎么办？开小车，的倒车方式是错误的。我等一下来示范，两种，一种是错误，一种是正确的方式，让你们看一下，大车要怎么样倒车，才不会去损坏轮胎啊。我们来看看吧。我们现在示范错误的倒车方式，我们要倒退到956旁边。我们要停这一个，我先示范倒车不正确的方式。整个车子都很靠近这一边，然后就直接倒车。这样前轮打到底，尾车也打到底，整个就呈现这种姿势。你看那个轮胎在那边折，你看整部车就呈现 L 型。整部车就呈现 L 型，这样是错误的倒车方式，而且你又看不到里面。我们现在再来示范正确的。要怎么样倒车？绝对不能用这种方式啊！你有没有听到我尾车啪啪啪啪？因为我们两个轮子不会转弯，它会扭转，所以我们千万大型车不要用这种方式，不然就会像我之前的影片一样，你如果轮胎差一点，你会整个那个轮胎皮都敲起来。
来看正确是要怎么样倒车，我们要倒这一个。先靠过来一点，然后往那边跑。你在前进的时候就已经把你的尾巴带到洞口了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我们前进就已经把尾车带到洞口，而且整个车子哦呈现的状态几乎是快要直线哦，因为为了拍摄，所以我没有顾那一边，而且那一边也没有车，所以我今天都拍这一边给你们看。哦，进阶就是车头，我们先顾尾巴，再来就是顾车头。哦，减少车头的扭转，因为十轮拖中轴跟尾轴也是会扭转。哦，我们的角度就不用那么大了。哦，再慢慢修正回来，因为我们隔壁没有车，哦，所以就可以靠旁边一点，没有关系。哦，你看车头的角度几乎都没有再呈现哦 L 型的。哦，这样包括你连车头的轮胎都很省。倒车如果可以减少你打方向盘的角度，哦，就表示你的轮胎磨损越省。当然我也不是神啊，没有那种每一次都一次进去的，尾巴差一点点我们再把它带过来一点。你要记得就是方向盘转得越少，哦，你的轮胎就越省。就是前进的时候就把你的尾车带到你要倒车的方向，在前进的时候就先把尾车的方向带好了。哦，大家再慢慢练习吧，有在开的，哦，就慢慢练习吧。我们家都交错停车，因为这样才有办法开门。OK， 今天就教到这里了，拜拜。